台电人员冒着风险爬上管线检修，因为这一回0403花莲强震，台电也成为受灾户。台中电厂七号机过热气破管变形异位，国光海湖都有机组故障，正阳花莲和平厂两部机组至今因为余震不断难以复原，少了130万千瓦。没想到16号傍晚，大潭电厂新八号机居然跳脱，一口气再少110万千瓦，夜间尖峰时段备转容量掉到3.2%，亮起供电警戒橘灯，全台陷入限电危机。制水泵的故障，所以它造成整部大潭的基础八号机大概110万就整个都跳机了。那这个时候刚好是进入夜间风，大概5点多嘛，大概夜间风最需要它的时候，它确实造成了我们整个备转的容量一度降到大概3点多左右。台积电跟台电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厂商跟我们都有默契，在台电供电如果景色有需要请他们来帮忙的时候，那他们会把他们原来预备的紧急的自用的柴油发电机协助台电来发电。好在昨天下午尖峰负载冲到3527万千瓦，相当于去年5月下旬用电，创史上4月中高峰。台电提前通知用电大户签约厂商，第一时间上百间厂商降载协助100万千瓦电量，护国神山台积电更主动提供最高20到30万千瓦电量，加上台电抽蓄水利，其他机组并联顺利渡过难关。很明显的，昨天的备转能量就一定是不够。等到7月的时候，那个最热的时候，几乎每家都开冷气的时候，要怎么办？而且7月不要忘了，和山电厂要储液，白天其实抽蓄它可以做这个抽水的动作，把水储在上池，那到夜间风有需要的时候它在做迅速的放水，那增加系统的这个供电的余裕，那还有这个机动的调度。所以就我们的评估，今下的就是今年的供电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全台目前有近20部机组检修岁修，预估5月中归队，届时将增加2300万用电。台电强调今下供电无余，但今年麦寮两部机组和三一号将陆续除役，能不能确保供电，对台电来说也是一大挑战。《民视新闻》庄博华台北报道。